哎，即位大家平安，咱昨真欢喜，咱讲献堂，啊，我伫圣经找无献堂，干那伫咱教会有一个长老叫做献堂，啊，我是无堂啦吼，啊，圣经有的是献殿啦，所罗门献殿，所以尾仔我决定甲题目改做献殿，啊，总是咱的周伯未覆盖吼，献殿就是甲圣殿奉献伫上帝的面前，啊。这是所罗门献殿啊，艺术家画图吼，啊，这个圣殿奉献伫上帝面前。咱个啊，他拄啊读个台语个圣经，讲个做上帝个厝，真好。殿就是厝，咱人住叫做厝，上帝住叫做殿。吼，哦，咱讲殿，殿就是厝，就上帝住伫遐。吼，哦，啊，咱会记吼，这就是厝个意思。啊，咱台湾人呐，起厝起好，咱就有一句叫做啥？叫做入厝，对。入厝就是我要入去迄间厝住，啊，咱会做一个仪式，咱会用红布啊，甲挂伫门口，啊，咱的门口阁会带一个菜头，阁一个往来有无？就爱大粒的菜头，叫做大菜头，对无？你有看无？菜头吼，哦，啊，就爱往直直来，啊，咱昨袂记你挂菜头啊，袂记你挂往来吼，哦，咱是要上帝来就好吼。哦上帝若来，啊，咱就有光彩；上帝若来，啊，咱就足兴旺。吼，哦，这是咱期待。啊，这是徛家，徛家叫做入厝。啊，那是公司咧，公司叫做啥？未讲入厝嘛，敢有一间公司讲入厝？吼，哦，叫做开幕，敢毋是？才有写嘛，吼，哦。公司咧，我要营业啊嘛，我这个无开开，我望大家观众啊，大家人客会当来对无？咱要趁钱啊，吼，哦，咱望较侪人来，所以公司未讲入厝，公司叫做。开幕，啊，那是设施的捷运站，伊袂用开幕，用啊啦，用启用，吼，哦，启用对不？这是要互人用的嘛，吼，哦，大家当来使用上好，这叫做启用。啊，尾啊，我出来找到一间庙，一间庙叫做大雄宝殿，啊，伊叫做啥？哦，伊叫做六成啦，吼，哦，我即马是照伊话讲啦，六成一般嘛讲啦，吼，哦，这庙伊。伊无用献殿呢，吼，哦！伊无献，无一个对象，伊是要落成，吼，哦！伊叫做大雄宝殿落成剪彩，吼，哦！这因的做法。啊，咱昨是一间吼，哦，咱号做献殿，因为咱知影这间殿咱献予上帝，予上帝来入住，予上帝来徛起伫咱的中间。啊，那安尼圣殿是为倒位开始，恁知无？第一个有圣殿的观念的人是雅各，伊的殿足简单，一粒石头那顶。当伊咧走路，伊阿哥要甲抬，伊想的是伫半路伫外口困的是上帝甲伊显现，伫一个腿对天顶到涂骹，上帝甲伊讲：虽然你无好，虽然你骗你老爸，虽然做甲足歹，你咧走路总是我是你的上帝。上帝听歹人，安尼了解无？圣经导向上帝听歹人，啊！加在咱是歹人，所以上帝听啦。雅各是无好，甲因兄弟比起来，阵是足歹。总是上帝讲，我是你的上帝，我要带领你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要保护你。雅各惊一个，想讲我伫伫遮无人知，上帝哪会来？所以讲，上帝伫遮，我竟然唔知，这是雅各的反应。伊暗时休困的这块石头，伊怎爱甲伊徛起来？伫顶头，伊家己做一个仪式，甲倒油，伊讲这叫做上帝的殿，真趣味，一粒石头尔，啥物拢无。所以讲哈，我立个条啊，个石头要做上帝的殿有无？圣殿伊第一界，啊伊是伫遐，家放淡薄仔油，啊伫遐伊下一个愿，伊讲上帝啊，你若真正安尼祝福我，我一世人要奉献十分之一，对无？十分奉献嘛，为遮开始，伊安尼讲哦，吼。所以伫遐足着惊，讲上帝伫遮，我竟然毋知，必定你就是上帝的殿。伊讲也是天的门，为咱遮你要去天顶，这是何等通敬畏的所在。我用这个石头做挑做记号，我要做一个仪式，伫遮献予你。我祈祷，我伫遮下愿，我要十个奉献。所以你会使为雅各这个故事，知影圣殿的意思，献殿的意思。圣殿就是上帝同在的所在，是咱会敬畏的所在。因为上帝伫遮，
那呢，我欢喜底下甲上帝有一个讲话，有一个祈祷，有一个下愿。我欢喜将上帝赏赐我的一部分来奉献伫上帝面前。这是哪国的故事？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集的时，上帝看无，所以上帝甲摩西讲：你都要创一个天堂。啊，我眼光底下，所以以色列人就看有，就大家讲上帝是锻炼人。虽然伫旷野真唔知要安那行，总是上帝伫遮，所以迄边叫做 Tabernacle， 迄叫做会幕。所以圣殿的发展到摩西的时代都不是一粒石头，是一个天堂。因为因伫旷野咧流浪，啊，上帝讲的迄个会幕就对以色列人咧行，踮伫迄个中间。所以上帝讲，我要让会幕甲坛正圣，因会知影我是耶和华因的上帝，是甲因对埃及带出来，啊，我要踮伫因的中间。所以圣殿，我讲上帝的厝，对无？我的厝就是我的家，我要住伫遐。所以上帝伫倒落。上帝就要住伫遐，上帝要住伫咱的中间，这是会幕。所以上帝和会幕正圣，咱伫遐会当更加认识上帝。所以咱来圣殿的目的是要对上帝增加咱的认识。过来，咱伫圣殿的目的，比较要孝念上帝，甲咱救赎的恩典。伊讲，我是甲因对埃及带出来，大家咱到圣殿，咱就感谢上帝，甲我救赎。过来就是上帝啊，唔望你点伫阮的中间啊，这是。摩西的会幕真正甲咱的礼拜堂像，我也是所罗门。所罗门用上贵的石头、茶，甚至用金、用银，咱了无咧吼。咱即间甲所罗门比起来是未比咧吼。咱无用金啊来装坛吼，伊是用足宝贵的物件去一个足雄傲、足水的圣殿，啊，甚至举行一个足大、足澎湃的献殿的典礼。啊，这是所罗门的圣殿。当献殿的时候，上帝阳光充满，祭司徛袂住。耶和华阳光充满迄个殿，因为耶和华是徛伫人无法度看到的所在，叫做暗暗的所在。为着要予人知影，所以特别有一个圣殿阳光充满。伊讲这是永远大的所在。毋忘将来人来到咱这个礼拜堂，会看见上帝阳光，甚至牧师徛袂住，都爱倒咧讲道。上帝是伫人看袂到的所在，总是透过咱，上帝看见，上帝伫恁的中间。后耶稣基督来世间的时候，伊讲一句予人着惊的话，因为发现犹太人已经把所罗门建的圣殿，因已经叫巴比伦拆了，尾仔因重建圣殿，第三摆的圣殿建好了，竟然牧师伫遐咧做生意。你知影圣殿有分犹太人的所在？犹太的女性祈祷的所在，外口阁有外邦人、外国人，袂当入去圣殿，有一个足宽的所在。啊，大家要来礼拜，都要献奉献，总是羊甲牛为因兜扛到耶路撒冷都无法度方便，所以有迄、那个牧师看因，这是圣洁的牛伫遐卖，啊，牧师趁淡薄仔收受了，行政费应该无啥物对不起吧？我甲你服务，互你方便啊，耶稣足无欢喜。讲这是要让外国人伫遮祈祷的，你既然来遮来咧做生意，所以耶稣清洁圣殿。安尼，伊就是去解掉当时有利益者，这叫做啥？挡人财路吼。所以关圣殿的这人足无欢喜，讲哦，啊你这个是来踢馆的吼，你来遮找我的麻烦，好，甲伊抬死。迄个时阵，耶稣讲一句话真趣味，伊讲恁拆这个殿。三天后我还阁起起来，大家听无？你咧讲啥？你敢头壳歹去？耶稣讲恁拆这个殿，耶稣是圣殿哦，这是圣殿。我头拄仔咧讲，甲人冲突了后，人想要甲抬，伊知影，伊讲恁拆，总是三天我会起。犹太人讲，你嘛较差不多咧，我是四十六年才起起来，你偌高？你三天要甲起起来？耶稣四个话了后，伊学生才知影讲，原来伊的身躯是殿。这足特别，耶稣把圣殿的观念对石头起的厝变作人的身躯。是啊，耶稣刚刚咧讲，他拄仔我已经讲，圣殿的意思是上帝会当徛起的所在，敢毋是？上帝甲人同在的所在。耶稣降生的时，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，翻出来什么意思？上帝甲人同在，安尼有趣味无？上帝甲人同在，耶稣就是圣殿。因为上帝同在，那呢？耶稣一世人是照圣灵给他带领来寻探上帝旨，这嘛是圣殿第二的意思。甚至顺服到死的十字架顶，
第三日，搁我证明真正是上帝带伫伊个身上。咱个教会是安尼开始的，所以保罗伊听到耶稣安尼讲，伊知影讲耶稣个身躯毋是干那耶稣个身躯，是咱每一个人都是耶稣个身躯。讲教会是基督个身体，因为基督已经死过，我上天人看无，人爱伫咱个中间看出上帝有同在无。所以我想，咱要献圣殿较深个意思，毋是献即间厝那点。是要甲坐伫遮礼拜的所有的人，建做一个圣殿，献伫上帝面前。这是咱今日书的，甲咱读的圣经是这个意思。使徒保罗伊安尼讲，伊讲咱的教会若是建造伫使徒先知的根基，基督耶稣做房角石，逐房刻意联络合适。来，咱来读这句，安怎讲？渐渐建做主的圣殿，注意无？所以保罗的圣殿都毋是厝啊，是一群人。这群人建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，使徒就是新约，先知就是旧约，所以圣殿要建造，就要用圣经做根基，耶稣做咱信仰的中心。安尼渐渐，和平教会有两间圣殿，一间是咱三年古所起的这间厝，一间是咱都要上帝一世人甲咱建造的，伫遮礼拜的人，大家看到，看见上帝伫恁的中间，上帝应当伫恁的中间。请问，咱去这个礼拜堂用偌久的时间？一位师母，你会记得袂？偌久？三年久。咱来问师班，请问，现任长老，咱若要去咱的兄弟姊妹，叫做圣殿，要用偌久的时间？是啊。感谢主。下再我问一个长老，伊讲一秒钟。用上帝要去一秒钟就好啊，无唔对。总是我甲几位高中信主，甲即马我感觉上帝要甲我起做，大家看到我就看见上帝眼光是一个圣洁的。我感觉我甲即马还无起好势。我记哩，我查某囝拄仔去美国的时候，啊，你知影青春期有足济甲其他人袂好势，啊，阮足伤心，定甲伊踮仔咧辩论吼，裙毛长伤短，头毛毛留伤长，啊，就这问题安尼吼。到尾啊，伊挡袂牢。伊怎啊去外口买一个迄、那个？因美国囡仔爱迄个物件，就是咱伫旅馆有无？伫迄个门的迄、那个有一块纸，啊，中一空啊，你甲吊伫遐，讲啊，你莫甲我擦迄款的吼。啊，美国迄毋是卖旅馆卖互囡仔，就讲要甲老爸讲的，无爱讲怎啊写迄吊伫遐吼。啊，顶头英语写讲 ，I'm not finished yet. That is still working on me. 了解无？迄句话我记足清楚，意思是讲我未完工啊。上帝要你起厝啊！我想咱每一个人应该带一个伫伫咱个头前讲，我要袂完工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我要有一挂脾气，要有一挂问题，人看到我无感觉上帝伫我个身上，所以我最爱这两字叫做渐渐。渐渐就是有五忙啦，要你时间吼。咱昨即个硬体完成，感谢主，总是咱个记，要让上帝伫咱来生命来建造，互咱规和平教会建造一个圣殿。It takes time， 所以不要紧，咱了无完全，总是上帝要继续做工。啊，有一天，上帝人看到和平教会讲，哇，这间教会唔拿礼拜堂水，因为兄弟姊妹也真水，因说哇出来是充满上帝眼光，迄叫做圣殿，迄叫做献殿呐。所以咱就要建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，咱就要用耶稣基督做咱的主角石，咱来受欢喜是上帝来起造。咱咧起着这个圣殿的时，定若遮无好势，佫卡起来，佫起。咱咧做人嘛是同款，无好势的所在，上帝可能会甲你卡起来，啊，佫是啊个，互伊佫较水咧。下再我咧甲考场咧讲，迄、那个所在安尼可能无好看，是毋是咱佫改一下？咱的人嘛是同款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啊，着愈起愈水愈好势，渐渐正做主的圣殿，这是教会。好，啊，咱昨古现的叫做奉献圣殿。就是讲入厝，和上帝礼拜大。啊，问题是，若像我是这间厝的主人，我礼拜大，我还唔望这间厝的下我用，安尼讲对无？厝是要等的啦，是要用的嘛。啊，所以咱有一间厝一个目的啊，我要睏房间都要舒适对无？客厅人客来都要好势，吼啊，灶卡啊，咱的便所啥物拢要足舒适。啊，一间礼拜堂，一个教会，哎呀呐，上帝爱欢喜伫遮方便用，有伊足的目的。啊，我想甲咱做伙来想。第一个就是这间厝爱先清气，安尼讲对无？那垃圾里头无人要入来住，无人爱用吼。咱一礼拜前的拜六，
有160几个兄弟姊妹提拖把、提这个烟筒来遮来揉涂骹，对无？青年团嘅嘛有人来，我真感动，因为报名的是80几个，你知咱遮有几站无？位地下3站，到阮牧师办公室有14站，看起来是7站尔，咱有足着迄个夹层，14站足悬呢。我看咱的兄弟吼，少年也好，长辈也好，是跪咧流，因为迄楼梯啊，安尼玻璃对无吼？因跍伫遐不方便跪咧，啊，怎啊摕布安尼慢慢啊切，慢慢啊切。为着安那，咱要甲创好足清气，对无？咱昨人客来的时看，哦，这间厝创到足舒适、足清气，安尼大家足欢喜。换句话讲，将来咱嘛唔忙定定有安尼，咱逐礼拜六的时候有几个兄弟姊妹欢喜来，甲咱来咧忙创好清气。安尼，咱礼拜六、礼拜是讲，哇，真舒适、真好势。所以第一个爱家清气，分别做圣，创好清气。耶稣基督伫教我用的这张图，就是要家迄个圣殿的所在。你看伊第一做生意，啊，咧卖粉蕉啊、卖羊啊吼，伊家赶赶出去，唔好伫遮有遮的物件。分别做圣，清气咱的圣殿。第二，一个家庭，还是讲一对夫妇，上好的就是会当开讲。安尼讲对无？我问问咱的姊妹吼，咱的姊妹，你会记得未？当你的先生咧六二的时，是毋是最爱甲你讲话？最爱听你讲话，讲甲中华电信趁钱趁甲足欢喜有无？当你发现你的囡仔的电话钱开始起价的时，你就知影伊在乱来啊！安尼讲对无？因为伫爱内底人就最爱讲话，最爱听伊讲话，啊，听甲未记得时间，上帝听咱。伊嘛爱咱伫厝内，甲伊常常讲话，啊，这就是基督。所以说罗门献殿的是，毋是讲这是讲道的所在，这是吟诗的所在，这是服侍的所在。伊讲这是基督的殿。基督是圣殿内底上重要的。你去看说罗门献殿的是内底，规个献殿的礼物内底拢是基督。我也基督，上帝你听，你应允的话。咱以前基督会。是无法度只拆起来袂当，所以咱用隔壁迄个公寓的一楼一间细细间啊，迄阵差不多40几个人来祈祷，40几个人来祈祷，已经满。所以我唔敢甲上帝讲，搁较济人来，因为来就坐袂落去啊嘛。讲上帝啊，等下等下，我若礼拜新的圣殿，我会当鼓励较济人来。总是无拍算，咱12月底开始礼拜新的圣殿会使祈祷的时，咱祈祷的人减少，毋是增加。住较大间、较舒适。总是要祈祷的人，可能大家祈祷到足忝，啊，圣殿都起好啊，免祈祷啊，怎啊暂住休困？我唔知影你感觉安那？你敢有感觉？咱去一个礼拜堂是为着祈祷会？你敢要想讲我无法度逐礼拜来？无我3个月来一拜会使哩未？1个月来一拜会使哩未？你敢知影咱到祈祷会伫第几站？你若完全唔知，代表你无迄个观念讲圣殿是祈祷的所在。上帝安怎甲伊讲话？你讲上帝歹势，我无用啊！哦，我爱做这個、做彼，当然做代志足好。总是若一个先生为太太，啥物代志拢做，干那唔甲伊讲话，迄、那个太太足艰苦啊！我未嫁你的时候，吼、哦，你也要听我讲，要甲我讲的，嫁了你怎啊变做矮狗兼臭面人？我讲话你嫌麻烦，啊，要听你讲话，你讲啊，忝啊啦，公司讲话讲济啊，我要休困，是毋是安尼？你敢有想讲啊？既然有圣殿，咱有礼拜堂。我要来祈祷，咱为着安尼伫新店特别设一间房间叫做祈祷室，随时你会当来祈祷。咱为着安尼，咱去加一个叫做太子式祷告，无同款的祈祷的方式，好像你姊妹会当照你的时间来祈祷。唔忙，咱家己甲上帝讲讲，圣殿上大的目的是要祈祷。我来到你的会院，我要用祈祷听上帝的声，要甲你讲话，要亲近上帝。所以所罗门伫遮献殿的时，你甲看，拢是祈祷，拢是祈祷。我安尼讲的目的是要鼓励咱，咱莫想讲礼拜堂是礼拜日来听牧师讲道，安尼尔，安尼叫做礼拜堂，毋是。礼拜堂是我要甲上帝讲话的所在。那咱的祈祷的时间，就爱拍拼，大家爱努力，好好来用这个圣殿来祈祷，这是咱的礼拜堂。当然，礼拜日咱们伫遮敬拜上帝，这真好。总是我要甲大家讲，礼拜上帝的目的是要娱乐，是要祈祷，唔是要
行公道。古早时代无公道啦，公道是新约以后才加出来。古早哪有人公道？大家教的就是献祭，对不？献祭、祈祷，这是上重要。啊，但娱乐，啊，咱即马变做听公道，这是改革中的成就，也是罪恶，我唔知影。咱甚至甲讲台摆伫上中，唔难听讲道，佮听某物人讲道啊，即系啊。歹势，我伫遮要讲，我甲小会答应是讲，既然咱要去圣殿，我就答应你，我会陪和平教会到圣殿完成。啊，拄好我的同学来甲我讲，我要退休啊，我讲我嘛要退休啊。我的同学拢是医生，有真侪人已经退休咯。我嘛无爱讲做甲，都爱坐轮椅才退休，也是讲到恁听无才退休。我嘛无爱安尼，所以今仔日礼拜煞伫社会时，我就正式甲社会提出我要退休。作些社会烦恼，我无输恁若退休，即间礼拜堂就无人要来，我讲是安那，因为无你讲道，我讲安尼我死啊。你捌听过一个叫做造神运动无？我来遮。拍拼准备讲道，唔是要互恁讲，若错无输无讲道，我无无来礼拜，安尼你就害，你是礼拜错无输，你唔是礼拜上帝。今日若无人讲道，你嘛要来礼拜，你就知影我来遮是要敬拜上帝，我要甲上帝祈祷，我要甲上帝阿乐，我要来遮献上我的献祭，安尼才是礼拜嘛。当然牧师爱讲道，爱尽量准备，大家爱来会当学习，这无唔对，这唔是唔对，总是人用这做目的，我讲的都唔对，特别是一定爱什么人。我过偌久拢不要紧，总是我早晚爱离开家。啊，我离开你就无来礼拜，安尼我犯罪，因为你唔是敬拜上帝。真歹势，伫礼拜时甲恁讲这个话，不过我想我需要讲，因为圣殿的目的是敬拜上帝，甲上帝讲话，阿罗上帝，而且甲上帝三角亲近，对上帝领受新的恩典，这才是目的。搁第二个。就是咱来遮敬拜的时，蔡牧师安那准备好的讲道，都无法度每一个人满足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有的是无道友，有的是信仰所真久啊，咱有无同款的需要，所以咱的培育委员会以前讲伫外口无方便，咱真拍拼。你的周报内底有一张页的红纸有无？请你提出来。有这张红纸无？咱即马有足济教室，咱家己的所在，唔是共少的。所以咱的培育委员会牧师、甲牧师、甲咱的培育的长老，足认真拍拼，请上好的老师。目的就是要让咱来教会，唔是干那礼拜那听，礼拜煞你会当照你的需要去选你爱上的课。所以我望大家好好看，好好报名。以后咱唔是一年到尾拢有，咱干那春季班、甲秋季班，咱甲学校同款，咱中间有休困，暑假去休暑假，哦，这真有良心吼、哦。你甲看哦，这拢是咱特别邀请的讲师。唔忙，咱来教会，唔是干那礼拜那听。咱讲礼拜以后，我第两礼拜了后，我欢喜去五楼、去六楼、去无同的所在，欢喜去遐上课。因为目的，爱教会爱建造伫速度甲先知的根基，就是对上帝的话，咱来学习，咱来明白。唔忙，这个圣殿是一个大家学习圣经真理进步的所在。诗篇安尼讲，有一项事，我要求耶和华，要是要求。就是伫个圣殿，伊讲求问，所以我会明白，上帝话就记载伫圣经。咱未使干那靠礼拜的时阵牧师讲道来学习尔，咱都爱五忙伫礼拜以后要有分教室，照无同款的人的需要。你我旧约较唔知，我来读旧约，我来读新约，我来读其他的物件。五忙咱来遮会当学习真理，这是咱的培育委员会的努力。五忙咱大家以后会记哩，你来教会唔是干那参加礼拜，啊了就转去啊。礼拜了咱留落来。来上课，来学习。过来，啊，即马中昼食饱，咱三月以后，咱可能会开始会食中餐。啊，是毋是食饱无代志无？食饱都爱哈拉，安尼对无？是啊，都爱哈拉咧，因为吼、哦，咱教会吼、哦，上重要就是听，讲彼此相听，总是甲你请教。今仔日你坐伫遮，遮个人你捌几个？捌无几个啦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彼此相听是挂伫嘴皮仔的口号啦。你人都唔捌，你要安怎彼此相听？我感谢上帝，我的太太伫和平教会，至少我有参加三个小组，两个安德烈小组，一个医生小组。
那三个小组的人知影，我的孙仔无久要来阮家，恁绝对拢唔知道，那是阮家的代志啊，我无需要伫讲道讲啊。总是我阮太太是讲，孙仔要回来，当唔知道要去倒去买卡式，还是要借卡式，还是安怎？阮咧讲，总是咱教会有一挂人知影，因为伫小组内底，阮就会分享啊，大家了解啊。你敢知影？你隔壁迄个狗仔咧感冒，你嘛唔知嘛，对无？伊有狗仔无？你嘛唔知嘛。对来讲，迄毋是重要，当然对来讲，迄是宝贝狗仔呢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咱的信仰要落实伫生活内底，咱一定爱有小组。咱伫咧推广这个代志，我唔忙。咱伫今年有小组，咱伫厝里无方便，教会足侪所在。你要周间来用，要周末来用，即摆阮的小组拢要转来教会用。你若要无参加小组，唔忙你加入，安尼你才知影叫做啥物叫做教会啦。彼此相听，若无用小组的方法的是无可能。咱绝对是礼拜来礼拜，咱就回去安尼，无人捌你，你嘛无捌任何人。所以这个足重要，这就是咱的关谷的事工，今年要努力推动的。咱奉献圣殿，互咱来和平教会了后，咱知影哦，某咪人安那我知影，哦，因兜安那我知影，至少有一挂人我知影。我无都熟悉所有的人，啊，这是咱的关谷的事工，爱努力。过来就是五芒家，咱会当是传福音的所在。啊，过去我拢甲恁讲启示录，安尼讲对无？哦，为第一章就是讲，啊，有足侪迄无道人听无啦，牧师你咧讲啥？什么？吼、哦，迄敢那是妄加安尼吼？啊，所以小王讲，敢会当有当啊讲福音性的道理？所以阮今年啊，讲道开始有调整，有当啊会讲主题，像今日我讲献殿，我就无讲启示录啊吼。有当啊讲主题，有当啊讲节日，有当啊讲传福音的信息。啊，唔忙，咱会注意，咱看哦，今日若是福音性，咱就带咱的朋友。来遮，伊会当小可知影讲，哦，恁基督教是咧信啥物货？啊，咱的第三堂礼拜有迄个见证，咱其他堂也无法度，就种回应来讲，啊，我本来是安那，今仔日我安怎？所以来到圣殿，会当将人，互人知影耶和华，这最重要是锡安有人传扬耶和华的名。咱的宣道时间要开始努力，唔然呢，咱为着去这个礼拜堂，互咱的厝边真感冒，唔知有人知无？第一点就是讲。咱这个所在叫做青田的什么保留社区？三年半以前，台北市政府就有组织一个叫做青田社区发展协会，因就去甲台北市政府要求讲，这个所在是日本人伫遮，组织日本迄阵代代教授的宿舍，这哪拢拆了了，真无彩。所以本来是要保护日本厝，你知咱青田社区有组织迄个日本厝要留伫遐。所以为着要保护这个社区，因提出一个要求：这个社区的起厝袂当超过三楼。你去大楼破坏这个社区的迄、那个，迄阵时咱足紧张啊！啊，咱红甲要死，啊，互我徛起来去三楼，我都无够用啊！所以咱是真打拼，赶伫签订迄个法律，咱知影有已经台北市政府要通过迄个法律时啊，咱伫迄个以前甲咱的建造申请入去，无咱即间无法度去安尼啦，去三层楼尔。啊，佮另外，咱的对面迄间厝起甲红红红有无？哦，咱唔敢。咱的建筑师真用心，全爱改迄个日本厝的特色，就是三角形的，你知影无？日本厝的厝，你看咱这宿舍拢三角形的，所以咱的这个圣殿有一个三角形，你有看无？啊，特别翕相，你若怎有来参加迄个礼拜吼？建筑师讲，所以翕起来看起来，咱甲迄个厝真搭啦。啊，咱的色特别用足低调的色，唔爱用足干硬的色。咱的期待是讲，咱需要遮大个空间，总是五芒社区感觉咱有好意，咱毋是要甲因吵，总是吼，咱起厝共吵足厉害啦。迄家己啊，空空空空空空，因为我着住伫厝边嘛，我毋吵甲困袂去啊。啊，迄厝边为着无让咱去，你知影因用倒一步，你知无？怎啊去台北文化局讲，这是古迹，你知古迹无？那去互断到古迹啊，你伫拆都袂使拆。讲感谢上帝，以前风台甲咱的厝顶。最歹去，你知无？啊，咱都无钱，到去欠钱，要去礼拜堂无钱，啊，怎啊无用迄个以前的遐吼？咱怎用铁片？你知影铁片无？用铁片斗斗啊，都袂流好就好啊吼。啊，无拍算这个铁片简单的厝遐救咱一命，你知无？嘿，因为吼，乡邻教会就去用创作古迹啊，即卖袂叮当啊啦。啊，伊嘛申请呢，啊，所以台北文化局袂使无处理啊，马上派三个代代的这个建筑的教授来鉴定。啊，三个老伙仔来吼，我一直去遐看，看，这什么古迹？迄东宫啊厝啊，厝顶迄唔无成啊！我感谢主，咱下骹拢古迹，干厝顶唔是尔哦，这实在是
哦，我有想着讲，这是上帝的怜悯啦吼。好，阿遐个人吼，啊，古迹无过吼，就来讲啊，后壁一张树，因看讲看起来一百年，啊，叫做古树，我当死啊。啊，咱未赴开，当时我错起来，已经台北市公布咱是古树啦，所以未使错呢。啊，但系啊，迄张树我无错，咱嘛免去啊，因为迄张树系今年破，足大丛的迄个菩提树嘛。啊，今年查法律呢，感谢主，未当错，总是会当煞。哦，感谢主。啊，就进去找呢，啊，都找到迄新生国小，你知无？迄操场拄则开始无种到满嘛吼，啊，校长足欢喜个，讲免钱要送个一丛树啊，咱用100万呢。哇，咪安尼吼，哦，爱丛树啊送过，哦，我第日记得，拜托个，莫死莫死，若死我就走无路吼。迄厝边是气甲要死，以前阮囡仔会再起来，窗仔门开去，哦，我着树啊鸟啊啾，即马拢无啊啦，啾伫迄操场咧啾，我直接无咧啾啦吼。所以咱得罪厝边得罪真济啦。我老实讲，我刚才要求考长乐吼，建筑小组三楼一定爱外口听无声。你知影礼拜日是人咧报名无？拜个拜足辛苦啊！礼拜人要睡到自然醒咧吼。哦，咱八点嘛，咱阿弥陀佛，俄罗斯上人怎啊欢喜？个人是气甲要死的。啊，这是咱的努力，尽量互厝边感觉咱真好。咱做两项代志，我感觉足好。第一个，咱马上买一个台湾上新的急救的机器，你知影无？咱放伫一楼，你若唔知影，叫做 AED， 叫傻瓜牌电击器吼，拢无读医学院的人拢会当用。目的是咱要甲社区讲，恁厝若某某发生心脏病化作电击的事，迄是足好的急救的物件。咱要一寡钱，咱唔忙互厝边知影，咱伫遮唔是干阿要共吵尔。咱唔忙，咱有咱的善意啊。咱现等一点，咱的小张了就讲啊，咱来关怀，因为寒人的事，拢大家拢去佚佗，无会无够吼。咱的厝边嘛来呢。我真感谢上帝，我今仔讲要求三楼袂当人晒，一楼咱无要用，你会记哩袂？小会拢同意，我足感谢。咱一楼遐水个空间，咱一个开始安尼好了后吼，大安健康中心迄是政府个机构，马上走来讲，我敢会当甲你合作？你遮所在遐舒适，所以我望这是咱甲厝边一个足好个一个建立关系。吼，所以敦亲睦邻是咱一个目的，因为上帝讲。你若真爱听我，你就听厝边啦。咱的教会要继续努力，咱来甲咱的青年讲，暗时啊聚会煞足欢喜，但厝内画画嘞，厝内门口就卖画，安尼知无？咱十二月二三回来，建材已经来遮几啊摆啊。暗时十点半，咱的青年聚会煞欢喜，甲讲到门口，佫啊欢喜，甲啊厝边就气到我要困一下，佫甲我吵起来吼。所以这是咱以后甲大家讲，咱但遮都爱做好厝边啦，互厝边感觉足好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哦，这是现定的一个目的哦，吼、哦。咱的社区时间爱努力，过来，我唔忙，咱唔好家己好就好。台北要有足侪所在，根本无礼拜堂。所以咧，建定的上尾年的时，旧年，咱就小会甲总会提出申请，我要阁请一个传教者，总是迄个人无要伫遮，伊要代表我和平教会去敲锤无圣殿的所在，叫做渡边，咱在台北市。足贵嘛，所以边啊起足侪厝，也无礼拜堂。咱的俊佑传道今年开始要去找所在，咱来祈祷。咱欢喜有人讲，遮虽然起足水，我欢喜甲伊做伙来遐，为着遐个人，咱有法起一个圣殿，互伊有法度伫遐礼拜。将来毋忙咱遮，若去渡边尔，咱会当去台湾足真开的所在，毋忙会当去外国的所在，无教会的所在，咱的和平教会变作一个宣道中心，一个当足侪国的人因为和平教会。欢喜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，这是咱的集团的属工，我们来单独咧，甲咱的土地的属工。我想奉献圣殿有这个意思，啊，伊属灵的功课，我要讲，上帝大的所在，若干那住伫遮，咱就凄惨啊。因为咱一礼拜大部分的人是一点钟来遮尔，啊，变作拜甲拜六，上帝拢无甲你同在，干那礼拜的一点钟。换句话讲，圣殿的一个意思是讲，上帝同在的所在。唔忙唔好，干那伫遮，会当伫咱的心内，会当伫咱的家庭，安尼才对，对不？所以第一个，唔忙咱建立咱的祈祷的生活。那阵你真正无方便来教会祈祷，唔忙伫恁兜你就方便吧。唔忙爱有祈祷的生活，唔好无必甲上帝讲话。咱也亲近上帝，上帝特别亲近咱。唔忙圣神会当放喺点咱的心内来。祝福咱来锻炼咱，
毋忙咱会当过圣洁的生活，互上帝欢喜，甲咱做伙徛起，这叫做是甲身躯献上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上帝欢喜的，安尼上帝就甲咱同在。毋忙咱日常生活所行所做，上帝欢喜，毋是干那礼拜日来遮奉献，安尼上帝欢喜。这个故事就是扫罗甲撒母尼的故事。扫罗王去烧台太阳的时，上帝透过撒母尼甲讲讲，你所有物件拢抬是，唔好留到一项。扫罗什么拢抬是，无留一项，干那留几只肥肥的羊啊。伊可能想讲，这烧台了吼，食淡薄羊肉嘛未歹安尼吼。啊，羊也好啊。所以撒母尼来的时讲，啊，你敢有照上帝讲的拢抬？伊讲有啊，拢抬死了了。伊讲啊，咩，迄是啥？我听到迄啥？伊讲啊，歹势，无啦，迄唔是我要用的。因为战争赢了，爱献祭给耶和华嘛，我留几只肥羊哦，啊，要献祭给耶和华。撒母尼嘛，你免淡仔咧耍嘴皮子吼，我无相信你。上帝叫你提升去，你就提升去。你留羊啊，上帝要食羊啊，敢袂当家己搁变几只出来食？敢着爱你留即几只羊啊来献给伊食咧？所以一句话我感觉足好，耶和华欢喜烧祭甲平安祭，兼亲像欢喜人听伊的话咧。换句话讲，咱献祭伫上帝面前，较重要是咱听上帝话，这比献祭搁较重要。啊，即咱大家来先去圣殿，我找着这张图，伊敢那咧做清扫，做足欢喜，看起来敢那咧靠书啊，迄款我唔知影吼。一间礼拜堂会当伫遮真好，互大家伫遮享受，绝对唔是敢那来扫涂骹那点。咱今日伫遮礼拜，啥会遮好势？然后一挂同工穿旧啊色的衫，伫顶头足无用。控制声、控制音、控制这个物件，咱有人伫遐咧教助理学老师，咱有咱的音乐的文书的遐里级别伫遮，咱有戏班伫遮练习、伫遮献诗，这拢是服侍。做一人欢喜服侍，咱才有好多伫遮好好的敬拜。唔忙，咱会当建造家庭，建造祭坛。咱今日的周报除了这张红的以外，搁一张白有无？这张白搁足大张哦，是两倍大，恁有看到无？即咱今年牧师团队呕心沥血的节奏吼，这张你摕起来看一下吼。即就是五万，咱莫甲上帝关伫和平东路一段183巷九号，五万甲上帝带转去咱家，即叫做家庭礼拜。咱今年开始要推动这个家庭礼拜。请问恁过年的时，厝里的囡仔会转来买？可能是啊，大家上班、读册拢四散对无？这是难得。全家团圆，恁团圆的时候，除了吃饭以外，做什么代志？哈拉开讲对不？敢会当有一点钟啊，点半钟，大家做伙礼拜。哦，圣殿里边咱兜，我牧师足拍拼装者，你注意看内底圣经写啥？写蛇有无？啊，写哪就写蛇咧，因为今年是蛇年嘛。好、哦，啊，阮写的目的是哦，囡仔咪当讲讲啊，你敢敢问囡仔问讲，你敢知影圣经内底有蛇的故事？啊！大家就抓到，当分享一挂圣经的故事。咱找足简单的诗歌，大家当唱，甚至歌谱拢互恁。吼、哦，有一个破冰，一个简单的游戏，和大家当做开始。这是阮用小组聚会的形式替大家写。五万这张你爱摕回去，你试看卖啊？用较轻松的方式，唔免讲道，唔好讲道，就是分享。啊，然后家庭的人，大家讲啊，你有啥物祈祷的无？大家做伙祈祷。我甲抓起来，差不多一点钟到点半钟就会当结束。五万，阮今年要努力有七个祭期吼，阮会分互恁，这是试用。啊，大家用了感觉足好，你互阮知影，阮五万增加以后无定一个月一拜，啊甚至逐礼拜，阮牧师欢喜努力做这个代志，总是大家爱欢喜用。你若用了足好，互阮知，阮会经过一年评估，若是真好的时，阮五万增加这个次数。安尼，咱就甲信用带入去家庭，别讲甲礼拜日来礼拜那定。啊，佮咱个囡仔足好的一个分享，我知影咱个教会有家庭咧做这個，总是真少。我卖讲做一个家庭，有家庭足努力，家长，咱的信用透过家庭礼拜，当甲囡仔啊，甲咱厝内人有这个建立这个关系，这是足重要。雅各一等于啊，巴勒斯坦的时，伊就甲全家的人带到伯特利的所在，就是我讲伊底下上帝改显现的所在，全家底下开始献祭做祭坛，啊，咱叫做家庭祭坛，家庭的祭坛啊，五万咱会做这个。耶稣基督来世间为咱死的是的决定，毋忙有人互伊的疼感动，请耶稣来做咱人生的主宰，安尼叫做圣殿。若是耶稣的疼入去咱的家庭，请做咱家庭的主宰，安尼我叫做家庭。
那是耶稣会听，入去咱足侪家庭，咱大家做伙，行做咱教会主宰，这叫做圣殿。那阿头来祈祷，感谢天父，你欢喜点伫阮的中间。虽然阮是罪人，阮无清气，叫阮和平教会伫遮有这个圣殿，我唔望你欢喜点伫阮的中间。那点伫这个建筑物，你点伫阮的会众的心内，点伫阮的家庭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正做显出你的荣光。献出你的性格的所在，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仰望当受建造，正做圣殿，咱来。